应该是这里了吧，他就一直说我们把音乐从台北带来了 ，sorry。然后，哦对，然后等一下就会是最后一首歌，对，然后没有 echo， 就是没有人想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然后，好，那这首歌当 echo， 好 ，OK， 这首歌当 echo， 好 ，OK， 我先讲正事嘛，正事，就我们今天有把，就刚才有说我们去年的时候发了一张 EP， 大概还剩个20张左右，全部都在那个周边贩售区，所以。我们这样，今天没有要把它带回去了啦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把它买完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在大肆宣传这个我们的 EP 的一个小彩蛋。就其实那些 EP 内页都设计了什么？哦，先说它里面没有光碟片，因为我想说现在也没有人在听光碟片。对。但我们很用心的设计了一本真的跟青少年观察日记有关的东西。然后其实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都有一个挚友的小活动，然后我们都每一本一本手写那个序号上去，就是你只要买了，然后你来。私讯我们，跟我们做你的序号，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挚友。管清挚友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波买完就没了，所以剩下25个挚友名额哦，各位。对，然后我们30分钟会去那边等，你们可以去那边找我们聊天啊什么。我们可以跟你们讲详细我们今天发生的故事，真的还蛮好玩的。真的超恐怖的，差点就不用演了，差点就来不及了，差点直接就换复合绿公仔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个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Danny会不会只是惯性？哦，这个质量。就是你，阴晴不定来的也许无法自己，明知不行却要继续下去，因为是你，多少今日还是相信，扑朔迷离的关系不让我成为多余，爱的难空气掺杂着许多的难题，崩塌溃堤的情绪，现在只想问一句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只想问一句，你还在等什么？